同学们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写给黄淮这首歌呢，一共也只有四个和弦，分别是 C、A minor、F、G 啊，所以它就涉及到了五组的和弦转换练习。第一组是 C 到 A minor 啊，C 到 A minor。很简单，这首歌我们右手统一用一个新的节奏型，我们来学习一下，叫5 3 2 3 1 3 2 3，这是个四拍的节奏型。第一拍是5 3，第二拍2 3，第三拍1 3，第四拍2 3，打的拍子就是5 3 2 3 1 3 2 3 5 3 2 3 1 3 2 3。好，我们按住 C 和弦，5 3 2 3 1 3 2 3。然后 C 和弦转 A minor 和弦很好，就所有这两个食指、中指都不需要，这个中指需要往上移一点，空出一个位置，让无名指过去啊，过去三弦的二平啊。第二个和弦 A minor 和弦，第三个和弦呢 F 和弦，A minor 转 F 的时候呢。啊，就是，我们这两个还是刚刚，我们上节课的奇妙能力歌有这两个先上去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这个食指要睡下去，躺下去，把一品也摁住啊，试一下，这是这首歌的一个难点，这个要躺下去把它压住，压住，然后，接下来又是 F 和弦转 G 和弦，转 G 和弦就可以这两个上去啊，这两个上去，然后在小指跟上啊，我示范一下，这个小指就一定要摁住了啊，再来一遍，然后呢，在最后是 G 换成 C，G 换 C 我们上面学过。这两个过去，食指跟上，这两个往下移一条弦，食指跟上，回到 C，好就可以了。所以这首歌是 C A minor F G。好，我们看到谱子，我来示范一下哈。我们先弹一遍前奏。因为这首歌呢，它会涉及到变调夹啊，因为我们这样唱的话呢，可能调太低了，调太低了，我们就要拿一个变调夹。顾名思义，变调夹就是用来改变一首歌的调。因为我是男生，所以我唱 C 调的话可能会太低了，所以我就把变调夹加到了六品。所以大家如果是男生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一样把变调夹加到六品。加到六品之后，我们第七品就可以看作第一品。所以在这里的话，我们 C 和弦就这么按 C，好，我们夹到变调夹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来唱一遍啊，先把前奏部分弹一遍，前奏部分我们就是四个和弦弹一遍。好，主歌部分，我们先唱主歌部分啊。19岁的那一天，我来到黄淮的面前，为了能和你在这遇见，我支付了我的思念。20岁的那一天，吉他在我身边，我找。主歌部分唱完之后，我们开始唱副歌部分。
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，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，必经的穿越山河的剑，吃的都是用尽自己的人。第二遍副歌的最后一句有点变化哈，我们先来唱前面。你是我辗转反侧的梦，我是你如梦山河的故人，就让这牵肠挂肚的酒啊。最后一句我们先是弹一个 G 和弦，弹六三二三，再回到 C 和弦弹五三二三一三二三啊。然后我来看连着，就让这牵肠挂肚的酒留声一样刺激着你的心头。好，然后间奏我们也可以跟前奏一样再弹一遍空的。然后我们唱第二遍，和弦是一模一样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羞涩地拉起你的手，以为你会陪我走到最后，而你离开我了以后，我开始在人世间漂流，选择过大大小小的梦想，谢谢你不再让我彷徨。好，我们来唱副歌部分。你是我情深似海的依赖，我是你早已过时的旧爱，反正这不三不四的年纪，谁也不会只为谁而着迷。你是我感情明目的遗憾，我用那无悔时光来填满，就让这无怨无悔的双手收拾出我想要的以后。一首歌深夜写给欢欢，你是我无法言语诉说的爱，当我在原地无助徘徊，你告诉我理想必须热爱，你要我坚持我的执着，你让我明白为谁而活，永恒不只是谢谢你让我看见。好，这首歌就是讲完了。这首歌还是一样的，我们分四组和弦转换来练习。第一组呢 ，C 到 A minor， 第二组是 A minor 到 F。第三组是 F 到 G， 第四组是 G 到 C， 每天练一组，每组练100遍，一个小时啊，每组练100遍，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咱们就试着去弹这首歌曲啊，用5天，然后如果7天你能把这首歌弹得很顺畅，就是牛逼牛逼牛逼啊，千万不要找借口啊！如果说你每天能按到100遍，我相信你怎么样都能够有点样子。如果说，不要说手太痛呀，或者我的手指短呀，这些都是借口，不要找借口啊！跟我死死的练，死磕死磕死磕，学吉他就是2个字，死磕，死磕就一定能学会，加油！